112米的地底下究竟有什么怪事？为啥会有死神一直徘徊？石头里又为何会蹦出石头人？我们都知道巴黎是个浪漫之都，但是你知道巴黎地下墓穴吗？巴黎地下墓穴是法国巴黎一处藏骨堂，位于今天巴黎14区的丹费尔罗什洛广场。1786年，巴黎爆发瘟疫，人们将所有尸骨转移到这里，现在已经开辟成博物馆供人参观，里面堆放有超600万具人类尸骨。巴黎地下墓穴全长322公里，开放参观的仅有2公里，1%都不到，还有320公里全是禁区。喜欢探险的人到了禁区后，离奇失踪的数不胜数。这是部伪纪录片，有的人可能看不懂影片到底讲的是什么。在结尾处，我将做简单解析。年纪轻轻，拥有多种学历的大学教授猫姐一直在研究点金石，那是她父亲的毕生追求。父亲曾是世界上最棒的炼金术历史学家，但最终死于非命。所以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，猫姐一直在寻找点金石。所谓点金石，又叫贤者之石，经常在一些古籍中出现，传说是实现永生的关键。画面一转，猫姐带着摄影小黑来到了巴黎一栋房子前，这是600年前最伟大的炼金术士尼古拉斯的住址。由于盗墓贼经常光顾，尼古拉斯不得已把墓给迁走了，但是墓碑却一直留在这里。据猫姐研究，这墓碑上的神秘符号很可能就隐藏着点金石的所在。她找来语言学家乔治帮忙翻译，得到了这样一则信息：地狱的距离在地球表面下370英尺，也就是112米的地底。两人一同想到了巴黎地下墓穴，那里的深度刚好是112米。他们跟着旅游团进去开放的区域参观，暗中查探地形。很遗憾，他们一无所获。突然，一个坐在角落的人说话了。他说这附近有个混混对墓穴非常熟悉，如果他们想去禁区探险，可以联系他。于是猫姐又去酒吧招募了小混混。隔天，小混混带上两个同伴卷毛和翠花，以及猫姐、小黑和乔治一同上路。小混混将他们带到隧道里的一个小洞口，转过来后可以看到墙壁两端画满了涂鸦，这些都是小混混曾经的手笔。走了一段之后，竟然发现一群人在这里唱歌，画面非常诡异。几人继续向前走，但很快产生了分歧。猫姐要走这边，小混混说不行，他一个朋友大仙进去后就再也没有出来，众人只能走另一条路。在钻过一个洞口时，小黑被卡住，挣脱的过程中导致洞穴坍塌。虽然最后还是挣脱了出来，但回去的路彻底被堵死，众人没有选择，只能继续向前。不知走了多久，他们找到了圣婴墓穴，据说当时派了50个维修人员来这里，后来全部失踪了。后面他们又发现了一架破旧钢琴，乔治回忆自己也有一架钢琴，但是 A4 键坏了。说完他还用手触摸破钢琴的 A4 键，没想到居然也是坏的，真的细思极恐。正在这时，不知哪的电话铃声响了起来，猫姐接起电话，里面像是自己父亲的声音，隐约传来痛苦的嚎叫。猫姐急忙挂断电话，这时黑暗中一个人影出现，将大家吓了一跳。小混混突然发现这正是自己那失踪多年的好朋友大仙儿。大仙儿看起来很瘦，说话不紧不慢，来不及和小混混叙旧，直接告诉他们，你们想出去的话就跟着我。众人也没多想，就跟着大仙儿开始走。大仙儿带众人到了一口深井，小混混扔了一块石头下去，但是没有声音传出来，这得是有多深啊。但猫姐却认为这或许就是隐藏的入口，出口就在下面的空间内，反正也已经没有退路，几人索性下井一试。井下只有一条小路，没走多长时间他们就到了尽头。乔治忍不了了，直接开怼大仙儿，这就是你所谓的出口。这个时候大家发现墙壁上竟然有秃鹰的图案，而猫姐的知识功底此时就展现了出来。原来秃鹰的翅膀代表着方向，朝着翅膀的方向他们看到了圣甲虫。圣甲虫一般出现在埃及金字塔中，类似于中国墓穴中的尸鳖。根据圣甲虫指引，他们打开了一个洞口，众人爬了进去，发现了一具尸体躺在这儿，估计得有几百年了，竟然没有腐烂。他们在旁边一个小水塘发现了光亮，猫姐率先游了过去，另一边竟然是满地的金银珠宝。随后其他人也都过来了，小混混过来看到满地的钱，抑制不住的喜悦，开心地笑了起来。猫姐发现密室的火炬几百年来竟然还能持续燃烧，这意味着点金石就在附近。果然在墓室的大门上，猫姐找到了点金石，还没来得及细细观摩，一转头小混混等人在搬宝藏的门，猫姐大叫停下来，这是个陷阱。但是为时已晚，门被卸了下来，天花板也开始塌陷。一阵混乱过后，他们发现带路的大仙被砸死了，翠花也被砸伤了。猫姐在点金石上蹭了点粉末涂在翠花的伤口上，下一秒伤口痊愈。看到这一幕，众人全都满脸惊讶，几人来不及多想，当务之急是要找到出口。他
们在头顶天花板发现了一扇门，写着炼金术语，通往神秘的门。而另一边的一块画着六芒星的墙上也写着如其在上，如其在下。向下一看，天花板下方正好有一个小水塘，与之上下对应，应该就是它了。猫姐将它砸开，真的出现了一道往下的路。众人顺着绳子爬下来，找到了一个小洞，上面写着一行字，进入这里的人放弃所有的希望。根据神话，这就是通往地狱之门的碑文。猫姐率先钻了进去，发现这是和刚刚宝藏房间一模一样的格局，除了墙上的六芒星图案与之前的房间方向相反。继续往下走，又看到了一具尸体，只不过这个是腐烂的，远处竟然还坐着个人。走近一看，原来是之前被砸死的带路大仙。大仙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这个问题萦绕众人心头。翠花壮着胆子前去呼叫大仙，大仙是突然暴起，将碰到自己的翠花给弄死，然后又消失不见。猫姐还想用贤者之石救人，但这次好像失效了，众人只能眼看着翠花死去，他们只能继续走。乔治感觉到一切就好像录像带，他们好像一直在重复走过的路，唯一可以感觉到的是他们一直在向下。在他们用绳子又下来一层的时候，听到了奇怪的声音。小黑拿着摄像机问是谁，突然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出现，将小黑吓得掉了下去，当场摔死。猫姐崩溃大哭。然而这还没完，诡异的事情接连发生。先是乔治在水坑里发现了溺亡弟弟的身影，后是混混在洞穴中看到了烧死朋友的幻影，并且还被朋友拽了进去领了盒饭。至此只剩下猫姐、乔治和卷毛三人继续前进。墙壁上开始出现了人脸，好像是被活生生的吸了进去一样。幽闭的小道尽头，一个身穿黑袍像死神一般的怪物出现，吓得众人溜走到另一个拐角。结果墙里的食人又突然爬出袭击了他们。乔治被咬伤，猫姐和卷毛将他拖走。点金石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作用，危急时刻猫姐想起了一段话。他意识到这不是正确的石头，只有放回去才能找到真正的石头。猫姐随即不顾卷毛的劝阻，原路返回。路上他遇到了自己的父亲，伸手去拿父亲的头套。最后猫姐回到了之前的宝藏房间，将石头放了进去。但是隐藏着石头呢，相对应的下面只有一面镜子。猫姐愣住了，在回来的路上又遇到了父亲，这次她抱住了父亲选择忏悔。最终父亲消失，猫姐回到了乔治两人身边，她抱住乔治亲吻了他，结果乔治奇迹般的活了过来。三人最后跑到一口深井，前面已经没有路了。猫姐说必须跳，乔治以为他疯了，但猫姐来不及解释，只是让两人忏悔自己的过错，随后手拉着手一块跳了下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三人在一处井盖边醒来，众人怎么拽都拽不动井盖，却偶然间发现可以推动它，于是他们将井盖向下推开，随后他们回到了现实世界。电影《巴黎地下墓穴》是构建于但丁神曲《地狱之上》。但丁的地狱有九层：边境、色欲、饕餮、贪婪、愤怒、异端、暴力、欺诈、背叛，九环呈倒三角状。所以影片中有两层相同形状的地狱，六芒星墙上的如其在上如其在下也解释了这一点。在上层的地狱，你相信的东西在外界，拥有点金石就可以救死扶伤；在下层地狱，你相信的东西在内心，食物的点金石就不起作用了。所以最后猫姐什么都没拿，也救回了乔治的命。在地狱里唯一能离开的方法就是救赎和悔改，勇于面对自己最不想面对的事。女主意识到这一点，就将点金石放了回去，拥抱父亲向他忏悔，就代表他赎了罪。乔治最后忏悔有说过，弟弟在洞穴溺亡，自己因为迷路没能及时救弟弟，这是乔治的罪。混混是车子着火，他将同伴扔下独自一人逃命，不忏悔自己的罪，所以被带走。至于卷毛在跳井时也忏悔了，他没有勇敢认养自己的私生子，所以和猫姐、乔治三人逃出了地狱。好了，今天的电影《巴黎地下墓穴》推荐给大家，我是皮皮猫，关注我，我们下期见。